超人气作品《魔法禁书目录》推出了最新的手机游戏《魔法禁书目录：幻想收束》。这一次的游戏除了收录动画和剧场版，就连小说以及外传漫画的角色们也都通通登场，要让玩家们自由的编组梦幻队伍。游戏的战斗方式采用回合制加上卡片系统，场上某些位置会有攻击力增加等 buff 效果，每回合决定角色们的站位后，就会自动对箭头方向的敌人发动攻击，将卡片们叠起来，还可以使出连续攻击，最后再配合华丽的必杀技，一口气给敌人大量伤害。剧情方面，除了有原作剧情之外，也有大量的角色支线以及三个阵营的独立故事可以欣赏，不管你是什么派，这里总会有你喜欢的菜哦。